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好，明天上课，今天是端午节后的第三天了啊，五月初八，五月五庆端午。明天上课前还计划书 OK 的，还只剩十个同学左右，那正好设定要用电视，我们就先进来。啊，昨天非常新潮也录了5个钟头了啊，结果发现，杜甫的戏为六绝，我们讲实际屈原贾赦练是要跑去讲戏为六绝了啊，很棒。今天把戏为六绝其实这个重要的一篇顺便讲了一下那上一次我们是看这个杜甫子美的这个工部先生的这个传记最后竟然是撑死，被这个李纨写的这个《遗卜传》驳斥说没这回事了是因为这个聂侯，那个聂侯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敢干这种事呢？讲聂侯府是什么东西啊？竟然那么多，聂侯剑带成飞行，安史之乱和杜甫飘过聂侯剑带成飞行，自呼胜意再收取，子美当日称才贤，这个可能后人追溯，聂侯。是聂猕猴，还以为是什么侯爵，很少人用侯当名字，没见识到。上一次我们就是看到这里所以后来我发现有一点就是蓝藻，对，还留着。你看哦，这里没有留，这里有留。蓝藻根本就是古典诗词里头，你看，连杜诗详述也是这个藻我也许就是那时候有看过杜诗详述，才想到这个藻，就一直以为是这个藻，结果没想到是条，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误导。可是确实也是，你看，可是他的主张是说"聚其小巧思观”他说："此间"。成上三章，才如与杨树公一囊跨出其上，你看他也是用跨嘛，所以他不是夸嘛，一座跨，你看一个本子一座跨，然后我们甚至查了这个通假字典，你看哦，可以通，这个大陆简化字现在变成那个夸了，所以夸其实跟跨是通假字的，你看，通假字。真是不得了所以刚好录给大家看，夸可以通夸，所以你看我们完全没有参考资料呢，凭什么？九王神功七星大法，奇怪，这个我想把全部，哎呦，终于可以了，终于恢复正常。奇怪，就只有我这个浏览器这样，其他都 OK，现在又恢复了，很棒。昨天清除浏览，cookie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还是学校的问题。所以以后万一离开学校，学校应该不会啦，除非学校跟 Google 不再合作了，不再购买了，我也不可能说学校账号不行。我们只是用四型结构兼意义，你看这样的话，这个又可以做一个补充了嘛，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哦，要先按 Escape 才能复制这个框啊。哦，然后，这都是啊，蓝藻上。未测鲸鱼碧海中，来，我们要来玩游戏了。你看，我只要保留，我想改写成西夏，就不要每次那个，我只要保留正文。好啦，你看，你清完了，我再示范一次啊，因为这个刚的画面你挡住了，那也不要限于在 Word 里头跑，啊，可以在那个什么。诶，可是可能还是要在 Word 哦，只不过我可能用西夏这样跑，因为它用 Word 里头属性判断那个字的大小，只要光在西夏的剪贴簿里头不知道可不可以判断。可是我可以不开 Word 啊，隐藏式的背景处理，你们也不知道。你看，然后他就把注文删掉了，然后这个要贴上纯文字，你就。Ctrl-Shift-V 就可以了。你看那个夸，然后找，对不对？哎，最后一个我们竟然是逗号，开玩笑，是怎么会逗号？没关系，今天这里继续。后镜箱。这里后镜箱，这就是新的。碧海中，那个句号。好，这个是藻。对吧？蓝藻 OK， 你看海跟藻是通的嘛？啊，对，所以像这个，我们就用它这个，能看到它一座，对吧？跨一座跨，那藻一座藻嘛，收音这个网就很好，刚好，对不对？那反而它这里忘记住。那他的说法是说，这一章，啊，就这一个绝句啦，前面有三个绝句嘛，啊，上面成前面三首绝句，是说才如才华想要像应该倒叙从头读比较对，像庾信、杨炯这些人的才华，应该是很难跨出其上，于是就很难超越啊。今人亦谁是出群者？是没错，聚其小巧，聚其又来了，所以你在解说的时候就要慎用这个代名词，否则你解说还用代名词，不是徒增困扰。那我们读这个代名词，它一定是讲惊人吗？惊人的小巧事观，就是合适于观赏啊，写出来诗是让人家赏心悦目，没错。那如何赏心悦目？就好像就如嘛，细肥翠于蓝藻。在兰花或者香草密布的这个小池塘里，啊，然后他们应该不会人去玩鸟，这个鸟也很怕人，怎么可能让你去玩？就是翡翠戏于兰藻，不是戏翡翠于兰藻，戏翡翠好像我们是戏弄它，这不通嘛？这不通是通不通在哪人情世里啊？这种小鸟可以随你戏弄吗？啊，你人靠近我，它就飞走，它也。应该是他们在这个在就宇治充满了香草，蓝不一定是兰花，科学园蓝和兰花可以借代为所有的香草或者美好的这个草本植物，对不对？然后藻当然不要想到沼泽，沼泽好像臭的，对不对？池塘就比较好啊，对不对？然后看到那些小鸟，没有人在那里，自己在那打打闹闹的，对不对？那是很可爱，小鸟也很漂亮，
那些水草、水池塘看起来也很美，可是毕竟格局太小，岂能哪能够哪里能够？这不能说难道能够啊，难道也要反问句哦，哪里能够比较对嘛？白话文哪里能够有否定的意思哦？难道是有点肯定？哪里是比较否定的哦？哪里能够就是否定？哪里能够聚力有强大的力量？哦，惊人是形容那个聚力有多大的力量，惊人的聚力，惊人的力大力，好像这种力量大到怎么样？这种惊人的大的力量聚就大嘛，大的力量好像能够在碧海中拉得住、控制得住、驾驭得住鲸鱼啊，又鱼儿就对啊，他的意思是说这里好小好小是好，可岂能这样的话就有点贬前面的。那个，对不对？那他是说金人是这样，是不是？那我们读的是什么样呢？凡金谁是出群雄？对，那我们讲说谁是出群雄，就是这些嘛。比如说，尤其金，就相对于古人的话，当然是杨雄、杨炯、卢照邻这些唐初四杰嘛。所以他其实意在言下，出群雄的现代人不是古代，女性已经是古代，那一定是。唐初世界，所以现代人比较轻视他们。然后或看翡翠兰岛上渭车那个鲸鱼碧海中，有的人呢只欣赏这一个小格局的，他就忽略了有另外一面。对，是没错。可是呢，杨炯，你看前面人家注也说他们有负面的，对，他们也许是比较实惠。可是，对，像陈之焕"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是比较。鲸鱼碧海中，那唐初四杰的词可能就比较翡翠兰条或者翡翠兰藻，所以我们读法是这两个各有千秋嘛。那他这个杜思强素愁造鳌的啊，在那个哎当信的时候是念求还是愁？好像是念求。对，好，秋招。应该是关键字，对，杜思祥祝，求造的杜思祥祝，他就讲的可能是比较否定这个，那他这个否定是惊人的，跟我们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找对主词很重要，对不对？我们也是一直这样讲，他抓的是现代人，像翡翠兰岛。他的功力，他的力道是不足以在碧海中抓大鱼的，可是鲸鱼就大鱼。可是我们读法是这个"鲸人"是谁呢？因为他毕竟不是说现代的作者，他是说谁是出群雄，所以真正的主持应该是出群雄，现在出群雄的这些人。所以，或看你可以或许可以看看他们是翡翠兰岛上。那不一定，他们要用鲸鱼测在碧海中测鲸鱼这种程度去评量他们、看他们，那你当然会笑他们的格局太小。可是，假如你从翡翠兰岛上这种格局去看的话，其实现在这些出群雄的唐初世界还是有它可取之处。所以他后面接的那一首就是说"不博，对不对？青池丽居碧为林"啊，其实"青池丽居"就比较接近这个，反而还不是鲸鱼碧海啊。那我们前面讲过，你看这个相对位置相关之意，这也一样。要我们就用这个，对不对？蓝藻对碧海嘛，所以藻可能是。相对位置有，你看鲸鱼对翡翠嘛，鱼对鸟嘛，对不对？或看对渭车是动词对动词啊。那蓝藻只是说碧海蓝和碧只是修饰后面的形容词嘛，修饰后面名词。哇，这个例子啊，我们用双箭头，因为可能它也是相反的方法。然后找"
条呢是找对不对？那这个给他一个就是这个。那同样这个我们可以复制到哇这个脸书的直播有挂收你的手机真的阿弥陀佛了啊。这个我们可以贴到相对位置。你看那个例子就可以两个地方用。很少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金鱼碧海好我马上所以就可以用照对海，水知道；调对海，所以知道调可以变成照，对不对？你看，这样就现成了一个。所以，以一个其实简报的概念，它其实都是文字框组成的啊。你不要有那个文件的概念，所以一个文字框为单位，这样就很好处理。你看。啊，是不是？它这个一定是蔚色碧海对蓝条嘛，对不对？对啊，海对条嘛。这我可以这样。相对位置相关的，明年开学就可以用这个例子跟同学讲那个九阳神功七星大法。可以大一点。说明可以14，可是那个可以小。那这当然就我们就用这个颜色对了，我又弄到那个表格了，不是。好，我们弄一下脸书直播啊，那个框线啊跑出来了，不需要，后面就好。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可是一样，刚刚还忘了分享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他有没有假借啊？夸。假借为跨，现在是脸书直播16集啊，我们现在是进入了第5集，第六集啊，一起读懂词典叫第6集，而是脸书直播的第16集啊。他这个就一定要输入，他不能列出最近啊，没了。夸成也，夸美丽，夸没有可以通跨的那个假借的例证。哦，汉语大字典没有收。夸，夸口、夸大、夸耀、夸赞、
粗大、淡忘、夸大不实、夸口，没了。它只有一个意思。嗯，奇怪，通假字典为什么说可以通夸、啊？那是因为夸就可以通吗？难道要这个夸才能通？那这个夸跟夸当然有通假的关系啦、啊，夸是夸赞，那个夸怕词汇很多，没了嘛，它字只有到那边了。我们看那个花，奢侈夸大嘛，对啊，这本来就胡蛋，这就是后来变成言部的夸，赞美，花可以说这个夸，夸的简化字，就是因为它有通，所以简化字就直接用那个夸，不需要再言部了，对啊。有些简化字它是有这个文字学的根据的啊，不是乱简，有些要简的很没道理啊，你看。夸可以兼跨，跨越后做跨，所以它就原来是只有一个，是后来分化成言部的夸和足部的跨，哦，跨，甚至女部的，哦，漂亮的意思。可是我们学过字有双极意，漂亮可能有美，也有丑的意思，啊，像那个伪字。你看，不悦貌、美貌也有丑貌。你看那个丑就简化字的丑，到底是美还是丑？那我觉得夸可能类似，我有这个预感。夸户，他那个不知道注音符号，一声不用标音哦。性不端量看吧，对不对？这个是美貌，那性不端量就表示蛇蝎美人啦、啊，表面旁。没错吧？所以有些字它都有双极意啊、哦，还不少嘞。这不，你看这通假字典还不错哦，可以当做这个参考书啊、哦。这个我放了通假字，可惜它这没有文言吧？对不对？文言字典和通假字典，你可以加个。资料夹，通假字的资料夹，啊，这个可以放到通假字。我的新做的资料夹，它可能会放后面，哇，成语放那么下面，那个。就一部国语词典这个没用，就删掉，然后跑到典故也早有，我这个没有组织好，发音也有。蛮多没有组织好的问题，啊，今天看到这个啊，它还一定要放在这，你在别地方组织好像还组织不了啊，资源，啊，这个通假字，同义字、反义字，在作文或写诗的时候选字的时候也是蛮常用。字源其实跟部件是有关系的，其实也是跟通假字有关的，六书通假。啊，这不用了，我们是这一个就可以了，那个首页的没有必要。再来，首页的搜寻你就可以搜寻到。啊，可可诗词，这正好，啊，不错。你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去查，这是我课后用功。再来这个，也是，明明它就是
有没有？江渚对兰藻啊，芙蓉江渚一样，芙蓉都是香草，翡翠当然是鸟啊，哦，不是，江对兰，哦，渚对藻，哦，这是什么民俗实用对联？仙女飞来芙蓉江渚，明当妆罢翡翠浪上。所以他们不是光蓝条嘛，所以这个我刚刚那个连接好像给错了，不是这一个，对不对？可是这可以这样，我们在条这里，我们做两个连，一个是，可是这样的话，它点外面的恐怕里面就不能点了。这个你都要怎么说？画一座画，看一下这个点呢会怎么样？哦，可以耶。然后点别的地方，它就跑到这里。哦，那这样很完美，字归字。所以字是在这个框框的上一层，要点字会先点到字。哇，这很棒！嗯，啊，人家翡翠蓝条，翡翠蓝藻，再来，啊，你看我就是用翡翠蓝藻找嘛，你可以再自己再去找看，绝对有的。你看蓝藻翡翠啊，这个也是啊，这是什么？只有蓝藻这一词，不是说。芙蓉藻花，哎，怎么只有这一个？应该还有啊。对啊，这里蓝藻。当然，它不是原来郭璞那个嘛，哦，它用的很明显，杜甫是用郭璞那个诗句，所以它有做出来。这是谁的诗境？常州茂苑潮汐止。时应日寒风节，细衣坐当扶剑，红莲披雕轩，洞户清平吹，青黄方烟。啊，这是乐府诗啊，嗯，不是啊，虞世南，那是谁啊？虞茂吗？常州茂苑潮汐止。朝夕迟，应日寒风节细衣。对，加衣的韵。坐当扶剑，红莲披，对不对？衣的韵。雕轩洞户，清平吹，吹吹的韵。不韵不兴，查台语。台语是念奔，哎，奔是喷哦。吹的话，你看吹，吹，吹哦啊。它已经 A 的韵了，它已经不是 E 的韵了，可是 A 里头有 E 嘛，啊，青黄方烟郁金馥，绮檐花钿桃李枝，只有这个字，这一句没押韵，枝，蓝藻翡翠，对啊，蓝藻嘛，它不是蓝条翡翠嘛，所以它的还是用郭，从郭璞那里来的，蓝藻翡翠淡香竹，对不对？就是翡翠在蓝条或蓝藻之间，但只看到它，但就只就只有他们那里动物只有他们，没有别人，他们植物就很多了，对不对？你要知道它的但只有是谁只有，就是要找对主词，对不对？哎，就让神功心中有把尺，真的很好用。纳税缴税，桂树鸳鸯横并树，嗯，但。病树，啊，可是这但当然不是孤独啦，啊，相竹还是有病树互相嘛，啊，这个是余茂，啊，余茂余世基，按水死无余茂，余世基自茂逝，啊，死或世基失也，余世基可能是余世南的不知道什么人，啊，这个余家很有名哦，你不要小看
我之前看那个什么感应汇编历史感应红编，他们家也是历代，难怪后来出这个大书家家，历代都是积功累德呢。所以人家不整你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啊，突然就出一个名人了。那范仲淹，你看我们上一次也看他传记，原来他也是名门之后嘛，哦，就是有，可他爸爸已经没落了，小时候就孤了。那你看袁了凡先生最明白啊，袁煌先生到现在子孙有了凡四训之后啊，还不信，随便怎么信？你看蓝藻啊，只有三条结果，怎么可能？哦，这是古今集图书集成的哦，我觉得是可以找古今图书集成啊，古今图书集成啊，这是立项汇编岁贡典里头有。那蓝藻秋风洞桂林，哎，我们看一下，我就姑且相信他的这个文字啊，我也没办法，除非他有，哎，有 PDF 哎，哇，哇，太先进了，好，看我的关子，秋日二首，你就看秋日二首这个，是谁的诗？唐太宗。蓝藻秋风洞桂林，对啊，应该是押恩的音。菊山金风起鹤书，玉露园。不是，菊山金风起，鹤书玉露园。江秋树行叶。篱下几陵残，哇，这个诗句都不错。云岭愁半缕，霞岁结高天，还是成都望，只见峨眉前。啊，对，前面有一个字我们念错，念门脉，这个字我念菜才对啊，标准音，可是没，我们讲过什么标准音，因为它不是形声字，它是象形字，就是蝎子的原来的本字嘛，蝎是形声字嘛。这是另外在老师，我们像那个地震歌就用这个蝎，没有欠的这个蝎，对不对？左边那个，那这个蝎不管哪个蝎，它都是形声字，所以这个是象形造字啊。那原来它就是写一万两万的万，可是你可以去查汉语多功的字啊。可是后来万做成那个一万两万，还有形声偏旁之后，像年迈的迈。他在补一个虫字在下面，表示这是虫，哦，不是一万两万，这叫转注造字，这形声造字，这个是象形造字，哦，其实这个是转注，不能说象形，它下面加个虫了，可是它上面并不是形声，可是奇怪，它应该是念它原来的音嘛，居然又不是，望跟菜，望跟菜可能有叠韵的关系，哦，这个就不知道，哦，交给专家去研究。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这就叫不求甚解，是这里不求甚解，不是字句都不求甚解，哦，再来，刚刚是到哪里？重读吧。菊山金风起，鹤书玉露园，江秋树行苑，篱下几陵残。云岭愁半岭，霞岁斜高天，还是成都望，只见峨眉前。两首嘛，所以这是五言类诗一首。爽气乘蓝藻，秋风洞桂林。蓝藻对桂林更明显，所以这绝对不会念条，条是平声，这一定要仄韵嘛，不押韵的就要平仄要分清楚啊。条藻和林不押韵啊，条的话应该是平声嘛。人造汉语多个人之父，所以有蓝藻这个词嘛，不是光只有蓝条嘛，平声嘛，声调是平，不是藻的话，我们讲过声调不重要，那是读书识字上不重要，可是写律诗格律上当然重要。哇，博学大师不得了啊，我这不知道有没有版权的，这应该是鼎文书籍那时候。哇，这太棒了，真是！然后这应该还可以给他指错。应该给他建议，他可以在这里提出更正了。
可是就是留言反馈，可是最好是像我之所以喜欢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那我可以参与跟着，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开发这种功能，啊，那就很棒。众志成城，这真的叫天下公器嘛？学术天下公器，公共者。好，再来这个，这不用看了，这个确定是蓝藻了，其他就那再看古籍更多了，是绝对有蓝藻这个词，这是不用怀疑了。啊，那这个徐先生，还一样，要不是他保佑，不会来看杜先生，对不对？啊，学到那么多，真是不可思议。啊，哎，这个我们三四是不是没有讲？反正我这里有注，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不是王彦和，不是王彦字符合啊，后面有补上的网络上的找，我不一定是对，所以我也很谨慎啊，没有把握尽量不要写在这。可是因为这不好读嘛，尽一份自己的心力，不是想出名，反正不要的，到时候管理员可以把它删掉就好了。再来，这个好，回来这里继续。所以我们现在是接下来这一首了，不薄惊人就太明显了嘛，不会去诽薄。你看这个薄就呼应前面的轻薄为文，沈未休。对，就是这个嘛。对啊，就是这里啊，已经开了。那么如若当实体，轻薄为文，沈未休。薄薄不是相互辉映，所以不薄惊人，惊人是谁？惊，你看，那一定是卢王嘛，就是阳王卢若嘛。他的惊都指这个，除了那个匪轻易善笑。哦，就好像我在第一看，你看今哎，谢谢菩萨示现，真的，你看今天有人来留言呢。我们昨天晚上传好了，就最近这一集，我们今天是第六集嘛。对啊，你看第五集，不一定他有回应。希望多一点学术的讨论啊，不要变成空泛了，甚至变成人身攻击，在那发牢骚。彼此就他上面是两样。孽猴，有人按对天子也祭空，对不对？是粉赞丑，不知道谁按这个，我按的。以这件事，另外一个不知道谁来赞，导去同祖先夺风。我跟李敖什么关系？我们这期有谈到以作为，踩李敖一脚，补充说明，对不对？啊，又可以补充我们的，没有人来按赞。又仇以九字掌握。那他这里说。迪卡我不知道他用意是怎样，慈美有我想是负面的吧，才德也是不是有清高迪卡，我想我有人在看我们实境秀，也知道我又在拖时间，那他一定没看嘛，所以我说我体谅他，然后时间看这些，对不对？所以我只跟你讲，迪卡我早知道，不用拿那个来指桑骂槐，还是直接来给我出彩啊，甚至还说我们是佛头致命，当然那是我们学生菩萨的意见，还是科学精神点实事求是、哦、那你看这就是轻薄为文沈，刚刚你们看到那个留言就是属于这一种嘛，轻薄为文沈未休嘛，刚刚讲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你看我跟他回答的，你自己看我们第五集、哦、我就不再我在回答好多文字，那你看那个写的文字跟他留的文字，哪一个人是比较轻薄，哪一个人比较稳重，就很明白。他写出来的文字，伪文嘛，就作文写出来的文字，是很敬慎的、很恭敬的、很认真的，还是就是一副吊儿郎当那样？我想，对不对？不需要我们多醉一次。看这个孽猴。谁的诗啊？不知道谁的长句。郑出海，哦，不是韩愈啊。哦，提督公赴海、哦。那时候李观就说，只有韩愈的诗最明白，对，写的多最明白。急速朝堂惆怅赴。
啊，搞不懂为什么这样啊！所以我里头也是嘛，我们不卑不亢，你拜托你也录个辞镜秀再来讲，好不好？不要再讲那空话，什么彩礼啊，我哪里彩礼啊？杨一达，那李敖该不该彩？是不是？不要只是打那个空枪，李敖我们哪边彩，把它指责出来。那为什么这样彩？难道只是放嘴炮或者谩骂吗？人身攻击吗？还是真的其中是有可疑的？哎，都不提。就像那个学生 D 卡上面的留言都是这样。现在风气为什么是这样呢？然后说我是佛陀的化身或怎样，我不是又回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吗？结局如来智慧德相，你也是啊。只不过多少人自己妄自菲薄，迷成这样，自己迷到所以然，自己不知道。里头我也提到，那什么都不要讲，到时候百年之后，咱们都跟李敖先生一样千古。唉，我们走过了一点一滴讲过的话里写过的事，都留在宇宙那里。上帝审判的时候，阎罗王审判，涅槃台一照的时候，一照就是把这些宇宙调出来就好了，赖都赖不掉。你要确定自己一言一行以后永远也不会后悔，才让做，不要轻薄就做一些事情。至少是我现在所能的，像我们这里也大放厥词很多，可我敢说没有一句话是随便乱放的话。即使放错炮也是很谨慎的，不是那种很瞧不起人或者随便看人家出丑，以别人的失败为自己的快乐。你才能心安理得，谁不会犯错，人非圣贤孰能无。可是问题是你犯错的心态是什么？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玩性，我刚刚还忘了跟他回，我还想回，如果他还要回我们就来，对不对？我是佛陀的化身，像学生，那佛陀会打手枪，我就指认我会打手枪啊，我会看 A 片啊，我会上 UT 啊，他们会不会？我何时是佛陀化身？我看刚刚我这样回的话，我看他怎么回，他会吓到有人敢这样说。那你打手枪，你自卫的时候，你敢不敢招？好像你都是圣人，我们被你们瞧不起或怎样，都是贱民。你的龌龊事或不可见人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对不对？可是这些不需要回避嘛？你现在只是别人不知道，还有谁不知道？宇宙都知道，做了什么事都刻在那。你不承认也得承认啊，不是你不承认就没有，那何苦呢？我们就是这样。像我这个绝对不是课内的嘛，所以我可以完全坦荡荡的。我现在还是挂着啊，我下了我网络摄影机就开了，我等有缘人呐、啊。可是碰到都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有资格去批评嘛？不是看到这个就是哎呀，这些人就性欲泛滥怎么样？我是有实验精神争取了，确实很多只是自作贱，真的没办法。你连玩性这个也是这样吊儿郎当，不负责任，对不对？不认真，明明就没有想要跟人家做，然后我、哦、讲的多想哦，多想哦，哦，打妄语，真的。像我们说想要跟你做就真想啊。不会说想做之后，后来也不约也不干嘛，对不对？你今天假如说我想做，你来约我的时候，我推三阻四，那就知道了嘛，金光党嘛。我碰到都这样，我们才敢说这种话，不是看到这个就诽谤人家，轻薄为文，这是科学事实，不得不让你承认就是这样。人性，人就是有人那么贱，那么恶质，人可以活成这样。真的，那能怎么办？以后到地狱去上帝的时候，你能怎么办呢？真的自作孽嘛，不可活嘛，自作自受，你怪谁？没有别人害你，自己怨你。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被人家威胁胁迫，然后把枪强迫你要这样嘛。你自己作践自己，我说啊，杜甫这里是很好的啊、哦，值得歌颂。我们也是这个态度，一切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不要在那随便去攻击人或那个嘛。哎，对不起啦，好像在卖自己广告，还是看一下。我喜欢这样，就是都是科学事实嘛，不是我们要攻击人家。你看这个，或者被人家批评就不爽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这样？你自己看留言，很好，他还把我有回复。遮起来，你看我怎么跟他回复的？不就是这样？要科学一点呢、啊。
对，只要秉着科学进程正确的思想方法，应该都不肯用思想方法，不肯去读嘛，就认为自己想的对。我们有在这里说一套，自己讲解的时候说一套，自己私底下有一套吗？都没有，我们都是正大光明的，希望大家都跟我们一样。你看李先生千古了，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人人都像我一样，对不起，我还想修正一样，不是像我一样，好像我很了不起，人人都起码像我一样，希望你们都比我强。我怎么会是以佛认为是佛陀的化身呢？所以这个就是批评的时候，完全就是不负责任啊！啊，觉得是怎样，像小孩子气一样啊！他觉得是完全就是以喜恶，不肯去有科学进行研究和客观的去判断描述。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宇宙你开的，全家就是你家。要去保重，真的，我们只能哎，所以我提刚刚也有提到哀今勿喜嘛，我自己的现实。你看这个又是以作为，都双关。我们除了自己这样看待和自己要求，对不对？哇，又可以补充前面那个。那你们能够这样哀今勿喜去对待别人吗？对不对？这是我的现眼报啊。对不对？应该是哀今勿喜啊，用轮游如得其取，知道他的原委，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就哀今勿喜，真的哀今勿喜。我们怎么还会去苛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蠢事呢？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们这样无非就是想要发泄情绪，然后好像想要伤害到我们这样而已。我们伤害了什么？我肉身、生命都让你杀，你杀得掉吗？我只不过这个身体死了，我们还是回归宇宙啊。那到时候你杀了我这个业，你要怎么办？难道我帮你偿吗？还是你自己要受啊？对不对？也不是我造的。哎，可怜，为什么这样迷惑颠倒到所以然后讲都讲不听？教育，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悲痛？那教育到底是怎么教的？教出这，所以。上课都跟学生菩萨讲，你看这种老顽固死脑筋一代不绝啊，教育没有开这个戏，可是你看都自己养成了。哎，我认真的，哎，不博经人，那你来来换你，我很烂，换你来帮我们讲解，剧斗一下，我看你连标准都符号可能都打不下去，你在那放什么炮嘛？李敖大师有你那个粉丝也觉得很丢脸，你先展现你的文字到什么水准，好不好？李敖大师的爱徒也应该不会太简单的角色吧，要连标点都标不出来哦。我们这也是用他本来的字，不博今人爱古人，青瓷立句必为邻，所以他无依无弊无故无偶，跟孔子一样，邻你看字形结构，对不对？只是一个写左边，一个写右边而已。所以他的标准是，只要是青瓷立句的，都是我们学姐，都是我们爱的对象，不会去后谁薄谁。切潘去奏移方驾，孔与其良做后神啊。那切潘就是，这为什么用切是谦虚的意思？这个主词我相信都是潘是动词嘛。你冷静先抓动词，动词的主人是谁？就是妾。妾他绝对不会说是前面述公，前面称人家公，这里用谦虚，所以这一定是杜甫他自称，他希望能够攀上屈送，然后移方驾，就是至少要能够跟屈送并驾齐驱。那假如不行的话，怎么样？也希望能够追随述公嘛，意在言下。那他唯恐怎么样？和齐梁那末流的人一样，作为文学界里头的后尘，或者步上他们的后尘，步人的后尘是这样。总之是现贤之喜。那他的标准是怎样？绝对不会因为他是新人，杨王如若就笑他，看他有没有青瓷立句。有青瓷立句，尤其呼应这个嘛。那翡翠兰条或者翡翠兰藻是有什么不好？我们这一期先暂停哦，因为我想，没关系，我们等
反正我这个手机应该可以。我不想弄那么多，中间你们就快转吧。哦，我这个十进球可以暂停，我要去拉个肚子。可是手机就不行了。哦，可是我不想弄那么多集，中间就空档了。阿弥陀佛，也许还可以拍到什么灵异事件。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真的少造业多念佛，拜托。有时间造口业，造什么业？造这些比赛业。啊，那你说我们采李敖大师，对我也造口业，可是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造的这些业以后有报应的时候要欢喜承受。啊，菩萨为因众生，我也不要造的时候很爽，到时候灾难来的时候用。再来怨天尤人，那我觉得欢喜承受，因为我造的都是有凭有据啊。其实因此而造，要受什么也欢喜嘛。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喜好去攻击谁或者打败谁，自己提升，谁那么无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少造业多念佛。我们这样会是佛陀或化身？哎，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可以到这种程度？能怎么办呢？那我们上课十进修有拍了，我什么时候装个模样我是佛陀的化身？这是标准的污蔑嘛？这个不叫污蔑，什么叫污蔑？就搞不懂。哎，为什么老爱干这种事，我都搞不清楚了。那以后都不怕有以后的惨况，随便。我真的佩服各位大胆啊，勇猛。可惜不勇猛经济，反而勇猛。来，租约。屈原宋玉，屈宋就是屈，他解释屈宋就屈原和宋玉啊。屈先生来了啊，刚刚来说今年现在端午节的第三天了哈。就是说他的文才足以方驾并驱，你看又来了。言其文才，其是谁啊？对不对？然后给人家注释的，然后言其文才足以方驾，是说宋玉和方屈原他们两个的文才可以方驾并驱，还是唐初这个反清谁是出群雄这些人可以跟屈原宋玉方驾并驱，对不对？那方驾其实就方就是并啦，驾就是驱啦，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就是以这个车子马车具体的七星大法，具体的物质事物来比喻文学或者精神上的层次，才能上是相当的。伯仲之间不分轩轾。那梁朝和齐朝的诗呢，体格清丽，这个体就这个体，这个体是用人的身体生理来比喻诗的体裁，心理创作出来的东西的体裁体格格调风格是很轻的，刚刚讲的轻薄嘛，对不对？像写一个回应给人家都是很轻的，那他们还达不到力的标准，那轻觉得有轻佻，不负责任，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哦，不用心，不谨慎，不是很认真，那随便嘛，现在你免费的打打几个字，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自己扪心自问，你们是不是都这样的心态？有这样啊，做了每件事之前三思而后行吗？其实像孔子说，再思可有，再思可以，还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自己简单的反省就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我希望是这样。译者以文之思始于其量，就是讨论文学发展的人啊，就这样。以为以，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以为的为原来是虚词，可以省略。以为文。文章或诗的缺失是开始在其梁，开始的介释词没有讲，从其梁或在其齐朝和梁朝，南朝齐代和梁代这两个朝代开始。诏曰，诏三次我好像不知道哪里看过是诏什么，前面有出现他的字啊，此公之字也。对，没错啊，这是他希望做到这样，对不对？这主持要抓对嘛，哦，那公必欲追逐驱送而与之并驾者的原因，这里是的什么的原因，
那杜甫为什么一定要？要就欲嘛，一定就必追随，追逐就追随啊，追着这个屈原和宋玉跑，甚至呢想要和他们，是不是他？这里是宋玉和屈原，当然就他们父子嘛哦，并驾齐驱的原因是因为怎样？是就省略的动 be 动词嘛，唯恐不超越齐梁啊，而跟齐梁同流合污的，唯恐。一样啊，我伸手中不敢跟刚刚给我留言的或者我学生菩萨，对不对？我怕没办法超越你们，然后跟你们混在一起，我就惨了，我不想再轮回了啊、哦！我可你们还玩波不腻，你们继续玩啊、哦！而翻与之作后尘，这翻就是反过来，超越不过六道轮回，当然只能跌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轮回。与他们这自代名的代齐梁之间的作者、啊、就做文学上的后尘啊末流盖啊原来啊怎样齐汉梁的体格是清理公不取他们啊啊就也是不取他们公所不取就是公不取他们齐梁他们那种文学的风格或诗的题材啊所以你看这个所读会读了对不对？很多这个都会了嘛。看到这，首先应该很熟练，就倒过来读，先读后面的动词，带词性助词，再读前面的代名词嘛。那你这也可以想说，这是不及物动词，这是杜甫所不取的，可以啊。所不取的，所什么的，这其实还是所来的，因为所可以当的是代名词。那你现在不把它当代名词性当成不及物动词的话，它不取的。啊、那德可以当语助词，可是其实我们白话文那个德还是有代名词性，所不取的东西嘛，所不及的题材，对不对？我们前面也是这样讲，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语助词，那它不取也可以，因为不取可以不接受那个受词嘛，它可以不及物，因为前面文意已经很明白，文法文句都是看文意，语言文字都是为了达意，意思传达了没有问题的，就是对的，就是合法。没有一定哦，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怎么样。像人家说，像我们学英文文法，都说连接词嘛，来省略。以前考试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常考这个嘛。那有时候叫你挑错，原来就是他漏掉了连接词。可奇怪，你看我们中文文法完全省略，因为它不会影响你解读啊。啊，干嘛还要多一个累赘的连接词？你也知道，爸爸妈妈不会还要讲爸爸and妈妈。像英文好像一定是 mother and father， 不能 mother father。and 不能省略，要你还要打个逗点，对不对？我们不用哎，我们顿号都不用打，爸爸妈妈可以连在一起。那谁也知道是爸爸顿号妈妈，我们是不会打逗点嘛，因为我们逗点跟英文不一样。嗯，哎，我们顿号才是连接词性，逗点是句子句或句子。嗯。太赞太精彩，拜托有点营养的来评论好不好？我像这样刚刚那种评论，我大概就回应这一次，除非我有时间，我还是会回应，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嘛，讲不听就只有随你了，待我不同不相为谋，汝安则为之嘛，你心安理得你就去做吧，我们还能怎么办？啊，好自保重嘛，黄一柳鹤，死后再见真章了、啊、哦，未及前嫌更无疑。那你看前面才强调自己又来啊，即使我没办法攀上屈送，对不对？追不上，即就到嘛，未到前嫌，前嫌当然包括屈送、屈原、宋玉和这些诸公嘛，更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怎样、哦、我追不上就好像人学不好就自甘堕落，那不行嘛，要继续追，弟相主助父先谁，你看继续再接再厉，别才未体清风雅，即使追不上前田，你还是守住自己的阵营，就是他要讲的主题啊。看一下后面，偷看后面，前面我们读了转对吗？你看我才看第一句就知道他要讲什么，没错啊。这是不是六首都很有连贯性的？所以他其实是有连贯，不是随便。虽然说是细微六绝，他前后有相承的，前后不能倒。
对不对？这个一定是他自己嘛。那这个是谁位极前嫌？这绝对不是说阳王卢梭不及前嫌，不要怀疑他们输给人家，不是，是说，所以主持要找对，疑是谁在怀疑，也要找对，你才不会读错啊，还不愿意好好学九阳神功，齐心好好练功。生日快乐，你就不会抓成别人快乐了嘛？当然是生日，不是生日快乐，是人在快乐啊！怎么还会闹笑话呢？其实这个留的也可以，可是这其实只是一个张图了啊，留的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是不要怀疑，不要动摇自己的志愿，就是他这里讲的。志向不要动摇，此功之志。这里反而赵先生讲得好，对不对？是对的。他前面就抓错，一直说人家玩王卢肉不好，对不对？然后这个师道才对嘛，这也讲错，这也是赵吗？对啊，我这个师道，所以我说这个师道说是为师嘛。然后他是这里赵先生谬，荒谬。那这个因为是只是做方便检索，当然不是要顺守正案、哦、有议论的、教刊的才判断的才去。然后未及前嫌更勿疑啊！地乡主述父先谁？父先谁就是要问谁是在最先的，谁是第一？没有，所以他呼应父先谁，呼应后面什么？转意多思事如是。所以没有谁是最棒的，没有谁是第一的，没有谁是优先的。你要学屈颂也可以，要学捍卫也可以，要学阳王卢肉也可以，总之不要学齐梁的后尘就可以了。没有说一定王阳王卢肉就傲、哦、对不对？捍卫风骨才强，然后捍卫风骨又输给屈颂，一定屈颂比较好。那屈颂只要追不到怎么办？学捍卫风骨也不错、哦、所以他接下来就讲父先谁到底又，这就是什么？地乡主述父先谁？地乡来了，先抓动词，谁主述？动词，真正动词是述字，述是追溯嘛？我们说少数可以继承，这里是继承的意思，对不对？你查一下词，我们这里不能太细说啊，毕竟这里主题是屈原贾生列传。我们地乡现在还有地乡传递，就是你看文学史这样发展，屈到捍卫风骨到阳王卢肉，好看起来好像是屈颂当的最高啊，对啊，所以他说他们是主述的，所以他并没有走位，所以父先谁，然后说一定颂伊就是这样，就是又是谁第一呢？啊，其实父先谁就是父谁先，因为他要押韵，谁放后面押疑韵嘛。啊，父先谁就父谁先，啊，谁是第一啊？这就是前面那么多家地乡主述，他们是一脉相传的，他们是和，所以后来到那个他是杜甫啊，后来到那个翁方康，他们都有讲那个诗同啊，诗的这个传承中脉。有一定的这个最重要的脉络，哦，从诗经风骚这里。风就指国风，就诗经嘛，骚是离骚嘛，哦，一脉相承的，然后捍卫风骨啊，然后唐初四杰啊，然后到包括陈子昂那些啊，到李杜啊、杜甫，再接下来白居易、元稹啊、韩愈啊，然后再接下来北宋的苏轼、黄庭坚啊，这样哦，然后南宋的谁，陆游之类的吧，哦。然后到那个元朝，好像有虞姬什么的啊，元好问，金朝哦，南宋还有金朝嘛，北方的金朝元好问啊，他认为这是一脉相，有这个，这就是主述，好像我们那个晋中有第几主，每一代主就是代的意思啊，第几主，晋中几主啊，祖师爷啊，祖师啊，代代相承就是主述的意思，又是。谁第一呢？啊，父还是幼的意思，有强调，就是问究竟，可以翻成究竟，究竟谁第一？你不要管谁最好，对不对？然后呢，别才未提清风雅，
不要管谁最好，总之是齐梁最差，不要去学，对。其他你要学谁都 OK， 就是前面讲的什么，或看这个嘛，看你要学这一个，这个都可以。然后他前面也有提到那个什么，我们哦那里更有，对不对？纵使，对不对？对啊，这也是嘛，都是军役嘛，对不对？纵使他们劣于捍卫，那他还是龙文虎戟，都是精义，都可以。所以你只要转意多时，你看你解对了才会左右逢源，不会啊讲这一题对，另外那个又打巴掌，对不对？你才知道谁解的比较对嘛，一定是解对才会左右逢源，整个都讲得很圆满。我们成佛不是也就是一个大圆满吗？白云老禅师来讲，他就像一个球形，怎么看就是一个圆，所以就别才未体清风雅，总之就要去清风雅。风雅代表人物就是刚刚才讲风骚嘛，啊，那其实风雅当然包括屈宋就是骚啊，那风雅现在就捍卫风骨，再来这个唐初世杰这个嘛，所以别才未体清风雅抓动词清和才，我们说总裁一个其实 CEO 总裁，裁就是裁剪，原来你看衣服左下角有衣，用一个刀子去裁衣服，裁剪裁缝师。那别裁就是把位体把它裁撤出来，把它另外放，另外就别嘛，然后清净，这是反义的词，前面是否定，后面是肯定。我们要原愿小人清贤臣的意思，懂不懂？所以位体假的，不是真的师的体格，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刚才讲这个体就是这个体，哎，你看他这一本书还两个体都有，对不对？对啊，小注里头就喜欢用那个体。清风鸟，然后只要掌握住这个原则，所以他系为六绝，俱为杜甫，号称杜甫教你做诗。你看网络也是这样讲啊，杜甫手把着背教你怎么写诗，这其实他只是交代你大原则啦，对不对？最后说转意多是事如是嘛，你要学谁都可以，学不了屈宋，只要不要学齐梁就好，你要学汉初四杰，唐初四杰，对吧？杨王卢骆当时体也很好，因为他们虽然不如汉魏甚至翁骚，可是他还是保留汉风骚的那个精神啊，还是属于风雅派的，不是魏体啊。不要听那个我们当事人轻薄为文在那善笑，就好像你们不要听这些怎么对我孙守正嬉笑怒骂，不是我们认为自己对否定人，你自己科学去研究嘛。我是照着科学精神跟你讲，不是自己老王卖瓜反驳，不是吗？经得起考验的自己去检查。就像我这个上课，你看我虽然很多从学生退休了，竟然还有那么多，当很多学生没来上课。你看我现在刚改企划书，所以我说剩十几个，你看像这一班的啊，像早上早八的课几乎只剩，这应该没有，因为没有学号嘛，同名同姓那么多应该还好，等到这个公布也许都不知道毕业，只剩13个。你看我只剩原来好像六七十个，至少退了一二十个，绝对有二十几个人，然后来上课的可能不到十几个，虽然他们可能都有来写这个企划书怎样。我这一次是要改三十几份嘛，刚刚一开始改的时候是三十五份，那至少十铁杆派的还没跑的，或者说难听赶不走的还有十几个嘛，或者二十几个，这些人干嘛，对不对？我如果是真的那么傲的老师，他们来这里干嘛？浪费他们生命时间。那还有另外一班，这一班是比较差的啊，情形我的好坏差是我三班比啊，不是我主观意见。那像那个礼拜四，这是礼拜二明天的嘛，然后礼拜四的有两班啊，有一班也是啊，有时候看他们上课表情就感觉得出来他还是很肯定我的嘛，因为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嘛，不是听你低卡的评论大家也看得到，我这个老师你也上到啦，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讲的你自己知道嘛。唉，如果这个人坏应该谁看你都是坏，对不对？对啊，那你碰到人家看你喜欢，除非他跟我有裙带换机或怎样，喜欢我的通常都是很认真的同学。那不是人家孔子说的“乡人皆好之”和“一定要乡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吗？
这才是好的嘛。你用功的同学觉得你这个老师有料，不用功的觉得你这个老师讨厌，废话，因为你那么严格，对不对？所以才在那乱七八糟嘛，还有一大堆暗心暗赞的。我不就是刚留言给他讲的嘛，对不对？烂学校嘛，我不想拖嘛，我就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坏事不要一直强调，我们实进去里头，反正那么臭长，对不对？甚至我已经做了时间轴都有了，对不对？那你自己去查嘛，是不是？李敖先生，我唯一一次跟他聊的，你看，李敖李先生菩萨唯一我与唯一与我的一次对话，就是烂学校这三字经。那哪个学校？我真希望哪一天有一个有水准的人，李敖也好，陈先生已经没有李敖了嘛，来骂我烂老师，那我真的要好好检讨。我真希望哪一个来骂我烂老师，你有头有脸有学问的哦，骂我这个是烂老师哦，那我真的非常感恩。像你们这个鸟炮的，对不起，我讲实话重话，嘴炮的，哎呀，真浪费生命时间而已，看你的评论。可是我们呢？前面才讲你们也是我的法身嘛，对，除非真的时间很赶，还是很尊重，你看还是很认真回答他的，回复他，不是像他轻薄为文这样啊，对不对？甚至在那打嘴炮，干来干去，唉，好，那个浮梦，梦浮曰右岸，难死。右边，那为什么要右岸？好奇怪。这个右其实也可以读成右，可是还是有点危险啦，一般不会这样写。右岸，右也是表示上文的意思。上文，杜甫这个诗句，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孟佛他的考案，就好像我孙守正啊，去查考这个南史，徐陵多变旧体，有新意。然后又北史的语性。他的爸爸叫宇坚武，与徐陵并为东宫学士，所以变旧体就是跟原来体格不一样。可是宇信徐陵，尤其宇信前面杜甫已经肯定了啊，他是没提到徐陵，可是徐陵宇信那个这个是什么并称啊，同期同坐的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啊。那文辞奇艳。那他文辞奇艳，他可能还没有走样嘛。后来人就学哦，他文辞奇艳在学他末流，那他当然可能会有点始作俑者，对不对？所以你看徐体啊，当时的，对不对？文辞奇艳这个词，啊、哦，这个一体之字，一体之而已啊。那这个注文我就不累赘了啊，就忠于他原文，因为我们主要是有时候要查杜甫诗啊，正文我们才加，免得弄太多啊。这个就是以后他们自己开发资料库的时候查一体资料能够找得到了啊。然后四号徐一体，后进就后来的学者啊，相对于先进先后啊，所以你看先进和后进没有人写前进嘛，因为前进会跟走路的前进混。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讲词类、词性，没有人讲什么，那个叫什么，转品啊。我们讲词类、词性，可是没有人会讲转性，因为会跟我们人格转性什么混。那走，我们通常走路才会讲前进嘛。啊，这里他讲的不是前进，走路前进是讲前辈后辈，所以你看这时候就不讲前辈前进，可是讲后进啊。后进没有走路不会讲后进。可是前进就要改成先进，对不对？他就不用写先进，不是科技先进啊，就先辈前辈的意思。那后来的学者后人，竞相争相的模仿，这里可能没有改什么吧，他可能会跳开。那我们就下一个，争相模范啊，模范就是以他为范本。模仿他，以他为范本叫模范。我小学拿了很多模范生，不要跟他混。
一个字一个字读，你就读懂模以为范的意思，模仿它作为范本，模范，这个范才是我们现在白话模范，前面是模是动词，模仿，有没有真香？前面不是后，你看后劲，对不对？后劲劲香就真香，真香什么？是不是话没讲完？争着做什么没讲完，所以后面一定还有一个动词嘛，模仿它作为范本，或者你把它当成两个动词也可以，模仿它，遵从它，以它为我的模范也可以，对不对？或者干脆两个当成一个动词读，模范它也可以，总之不要变成现在模范生的模范，现在模范通常是做成形容词和名词，楷模的意思，是不是？这就有点找对新抓动词嘛，啊，模范，后劲劲香模范，对不对？这模范是动词，不是名词。我们现在模范，对啊，模范表扬嘛，对不对？笑型模范都是名词，这里可以做这个。哇，你看好多，对不对？这又可以补充一个啦，啊。对不对？模仿他们以为范本标根榜啊，这是动词。模范是动词，啊，就不要抓错了，变成名词性。嗯，你看到处都是。例句，忙不完的，啊。你学会，你看，学会了这个，你就看我实境秀，我有准备什么？随便你给我一个，我就会读了。你要不要这个？那刚刚那一位指教我的，好像还是女生，看那个英文名字好像女生。你有时间那样打嘴炮，为什么不秀给我看？能不能？你看，完全没标准的，我们可以读成这样，还讲得那么详细、清楚。真香吗？其实应该是接这一页比较好。我们分两个好，这个移除。第一个前面是前一页，对不对？刚好。这个是后一页，因为模范的刚好在后一页嘛，不在他那里。这一页就是模范，这一页就是后面的。好，继续转译多思视野啊，转译多思这个很好，这刚好我们前面学《礼记》选是不是有请译，就译嘛。那转就是不要固定一个，不要死在一点上啊，请译。要跟各个老师、各个前辈去学习，好像跟他们请益。那怎么样的请？这个益就是请益的益。那怎么样的请益就修饰它，要转转的。那个韩愈也有，对不对？君子无常思嘛，对不对？是圣人无常思，对啊，哦，是圣人无常思，这是韩愈的诗说嘛，有名的啊，《古文观止》，还可以朗读原文啊，对，无常思嘛，对啊，啊，君子无常思，啊，没有固定的老师。没有固定就辗转，啊，好像前面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身世是怎样，辗转漂泊，对不对？还是用蓬，
你看，我记得它有棚，你用棚去找我就知道了。第一册啦，应该介绍他的传记。就这里啊，看有标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等到这个，等到杜甫失意，蓬走天下，这个蓬就转蓬，辗转流转。这时候转当然不好，这里的转当然好，对不对？才不会死在一点上嘛，永远伫立对一面。多跟几个老师学，然后哎，别忘了转，在我们地震歌也学过，那个转更愁，对不对？转愁啦，他是写转愁就是更愁的意思，那里转是更。那这个更，我们那时候也讲过，转就更嘛，为什么转有更？就更改来的嘛，就更改老师换老师，啊，都向他们请意，多，当然就是老师就多师啦，啊。然后这个多师可以读成名词啊，转意多师，增加更多的老师请意也可以。那这个师也可以读成动词，就是辗转请意，然后很多的修饰他嘛，就是跟从的老师很多。这里师转动词就是跟从老师学习的意思啊，就不是名词了啊。只要多跟几种老师学，不要固定跟什么，就是肯定句咯，很强，有强调意思，很肯定，很笃定。你的老师，你想学诗，这个鲁当然是跟人家聊谈那个诗的做法了，也可以说他自问自答嘛，对不对？所以他前面切攀，这也是杜甫自己说的。那这个鲁，我们可以说他自问自答也可以，那可以说他用来告示后学有心学诗的也可以，对不对？那诏曰，这个就奇怪了。可是很好玩，这个我要查一下，因为我们上一次看到一个事不从刊本啊，看他是怎么认这个字，就这一个，你看，你用的才纳还是才字啊？你看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什么字啊？没人认的啊！你看。俩丢啊哈，那这个呢？你看，诏曰：“才纳之。”你看前面根本刚才就是给你混过去了，对不对？前面那个字呢？我就喜欢做这种，这都科学的嘛。才纳之，才曰之，他是才曰，欲才曰，所以他是欲嘛，对啊，这一次，造吗？哎，这我们帮他整理一下，这个有趣。江藏，这大概也是用人家资料，这些错误很少。以堂前风交是造曰，对啊，你看几乎没什么错字。然后别才未提金风雅，转意多思是汝诗。薛云不知道是谁，南史徐陵。薛可能就是前面这个，福孟是不是薛孟福？对不对？徐陵多变一体，就这里他讲的。徐陵多变旧体，有新意又北史，对啊。与姓复兼吴，有与徐陵并为东宫学士。
对啊，几乎跟那个一样嘛。文词起立，哎，这个起它反而不是照原来起，那个起是上面是一个立，有这个字嘞。你看，对啊，文词起立，四号，虚体。那赵云真的还是赵，才子及孔子不知所以才知。谢灵运传论文曰，谢灵运传论文曰，延年之延延年啊，有一个文学家。炎炎年的体裁明密，凡文章皆有体。凡文他写他的文章皆有体、啊、有一定的体。那这个可能是赵的话、啊、这个可能才是他想要引用那个体，在前人有这样用。我们说得体嘛，得不得体，这是讲做文章了、啊。还有有时候一般是说做人，对吧？礼貌上得不得体，是什么都有一定的体，就一定的模式、一定的样子，就好像你身体 body 有一定的模样，意思是这样。那文赋好像陆机的文赋就说啊，其为体也，吕谦啊，哦、他是举这个嵇康曰，嵇康就说才是病位之病为之父。宋其体质风流莫不相惜、哦、才是病位之父，宋其体质风流、哦、才是都病，就是病假齐虚嘛，就都的意思，大家都很多人都为之父宋，为了某件事或为他，或者做作文的做、哦、做了这些父宋都可以啊、要看前文怎么讲啊，可能为之父宋就写了一些附送，或者为了某件事某个人写了附和送。我为什么这样断？是说其体质风流莫不相惜，他们 做的不管是附或送，那一些体质风流没有不，这才是附附而正哈，副词后面接马上是附的，那否定后面的附嘛，没有不相惜，就是都是互相抄袭承袭，不管你写赋或颂，所以我才会断在这里、哦、那些就是那些词，这些才是写的赋啊颂那么多篇、嗯、那公就杜甫啦，他都称杜公。金子言，浮华者谓之谓体，欲才曰之，以尽风雅，亦无常思、啊、多求啊、这个要打在这里。多求之前人，以取其所长，乃为诗耳。汝诗者，自谓之诗。汝诗这句话，因为原文是汝诗，所以这个是当名词图，所以者是念者。汝诗这两个字是自谓之词，就是称自己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他自问自答了，自慰是谁自慰，不是打手枪自慰啊，杜甫自慰，他劝告自己说我们要多取人家的长处，公，所以他觉得主人还是公嘛，就杜甫自己，所以他说自慰，自慰就道嘛，自道、啊、这是夫子自道的意思啊，没有这个词啊，夫子自道，慰就道。公今子言浮华者谓之谓体啊、他就指明了说那些浮华的作品或得人，叫他们那些作品或那些人，应该是作品啊，才能叫谓体，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是假的，不是真的实体，不要去写。曰才，欲曰才，欲才曰之，想要去裁汰淘汰他们，裁撤他们，然后来约束他们，让他们不要来干扰我们正确的体格啊。知是他们，就是那些位，然后哎，这个约也有裁撤掉之后，约束自己靠清净风雅啊，
而且也没有固定的常，无常就固定的师父、学习的对象。多求之前人以取其者，多求，求之前人求你要学的东西，在前人那里多求可以学习的内容或对象，就是知识。所以这里省略一个在前人那里多去求或学那些值得我们学习，用来取，用这种学习的方法用来取他们前人的长处，所长就可以涂在长处、就是优点的地，就是优点，点就地点嘛，就地方嘛、就是擅长的地方。所以这个一定要读代名词啦才通啦、这不能当不及物动词嘛，取他们专长，一定要专长的嘛，取他们专长、什么东西专长也不讲，对啊，所以这里应该是代名词。所以你看我们代词性助词讲过、其实你把它读的代名词就很好读，倒过来读、那些文法要只忘了，其实还可以倒过来读的，这是很特别。中文有些词少说，很少说，说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好像和可以，像为何就是为什么、那何为也是啊，为什么、何为就是像何人，什么人没有啊？我记得何好像是何还是哪个字也是要倒过来的意思、何况还有倒装句，这个前面谈过不再赘了、好，所以花这个时间是值得的。这不知道什么书，九家其注，对，所以一样是诏约嘛，所以我们敢肯定，我们可以把它备注过来。这里不清楚的字，应该就是这个字，乃为汝师啊？为什么会这样？哪里有问题？哦，这里。诗，这里他给他断掉，有心意。赵云，徐于体，这不要断，用才对。你看，对啊。所以它这里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个字你看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这应该是采，他采纳，这是采约字，前面是什么？应该是说欲采约之，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择路嘛，这里是择路，就没什么欲采约之。那玉的前面是什么字？位置位体没有啊，所以它这个头一定是弄错，所以这个是一定是玉，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对。必多求前人所最长者为师也，以取其，你看他是最，他是取，师曰，那这个我们就九家注，对不对？引诏约嘛，还是诏约，对不对？赵云啊，
而言，这是是错误，而且是多出来的字。这个书名叫什么？九家注注释卷二十二。九家集注注释卷二十二念二。那他这个应该不会有错字了，你看那个就知道是路人家的资料，只不过这个可以啊做个标题的细微六句，六九，给他做一个这个就可以了，那就没有人。你看他绝还用这个，啊，根据原文了，那这个只是给他调一下而已。就可以了，没有，然后一个又乱了。对啊，这样才对嘛。很清楚的嘛，喜欢要求。好，那这个又 OK 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字就解决了啊，它只是耳眼的字。分门集注，这是我们看的那个。那既然在这里可以看到，那这个可能有 OCR， 我怎么可以打开呢？哦，那我们先不管了，裁约。我刚刚是查那只已尽风雅，才那只，嗯，哇，页面没有对到，刚刚我们删关掉的，哇。在这里头开启可以检索吗？没有啊，我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奇怪。可以裁约制，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文本应该是一样，九家注嘛，它只是四库全书没错，它只是没有，这也是，御裁约制，没有这个，但是我们刚好看到有，对啊，哎，对啊，这就刚刚那个。哦，收运的，那为什么可以找到这个？超越成样子，看这个样子应该是 OCR 没错，可是刚刚为什么找没有了？奇怪，属性竟然刚好有哎，哦，我们中国哲学电子书网易是这个有找到，所以刚刚傻傻就进来这里了。正好帮他整理一下。僵葬，你看他就是在僵葬的时候死掉嘛，都被淹死了，冲死，你看冲到自己都不知道冲到哪里去。那杜甫竟然是，你看 我那时候教授，我就说，你看我们在座的哪一个绅士比杜甫惨？对啊，大学生养尊处优，可是死后哎，就像路边的小草一样。像细菌一样，谁知道你曾经活过？除了你那一些亲朋好友，甚至狐群狗党的事啊，人生啊，你们继续这样嬉笑怒骂嘛，随便，我们没有时间跟你们
玩那种肤浅的东西。诗曰，这不知道是谁诗，前面有诗道，对不对？诗也许是不知道谁诗，或者他名字叫诗。诗曰，地以地相嘛，不是快递啊，这地家叫善地，地善有这个词，地场白话现在都还在用啊，互相一代传来，有点像接力赛接棒一样，一棒传一下。地相，对吧？互相，主述是说，其良相习，为清薄之文，无有慨然以风雅正体，先唱先者，啊。然后多诗言意上不一也。哇，他这个诗曰是另外一个解法，不是我们这个说法。来看一下，他说：“地相主述，复先谁？未及贤贤更勿已。”他是说，这好，那主持谁未及？这个道嘛，动词在抓主持谁？他认为是齐梁成的前一手来的。齐梁不到前贤，不要怀疑了。然后呢，地相主述，复先谁？对相主述，你们到底是跟谁学的？为什么相习？这个相主述就相习为习薄之文，是轻薄之文。所以前面这个人就说是从雨林徐姓、徐陵和雨姓来的，对不对？那吾有慨然，别才没有，当然不是讲后面这一句啊。可他既然病了，后面这一句有点感觉病了。大家对相主述，然后没有慨然以风雅正体唱先。对，然后多思言意上不一，意上不一，什么意思啊？讲得太模糊了，这个不太对。你觉得他这一句没有风雅，他把后面并过来一起读。你这一句一般都是逻辑，都是前两句读后两句嘛，哪有这样？就算你这样的话，他原来这一句没有，他有点天字还原，对不对？别才未体清风雅，什么意思？大家相主述，然后所以没有一个人出来怎样？别才未体就是以风雅正体唱先嘛，所以把未体排斥嘛，然后以风雅未体唱先没有。人家这个原文也没有说没有啊，对不对？人家都是肯定句，这也没有没有啊。这是谁呢？有没有？他根本这个最多答案只能说是赏析的答案，诗中可能有这个意涵，而字面上绝对没有，这很危险。有你跟他说没有，我有慨然，人家明明就有啊。我们讲解的是慨然自己要怎么样，或者教学者你要清风雅，以风雅正体，不一定要唱先嘛。你看唱先也没有，原文也没有唱先。他给人家添多少字，你看。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添字还原是什么？他回到第一页没有快捷键了。对不对？这是辅助读法，你不乱添嘛，添太多了。所以你看我们批评人家。批评人家都是有根据，不是哦？他讲的有前面那个还说那个诗道是好的，对不对？那这里他是诗道曰嘛，结果诗道曰，他这确实诗曰不知道同不同的，反而他这个诗曰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你看赵这里对，我们就说对，绝对不是看谁哦，喜欢。讨厌赵，前面就说赵谬，现在换他是谬了嘛？当然还不到谬，就是这样解法很危险，没有根据，添了一大堆，那是他自己的领悟或理解，不是原文，脱离原文太多了。人家没有的字，你给他添回去，那不添可以读懂，你为什么要给他添这些？吾有唱先，人家也没说要唱先。对不对？那转意多思是不是是可以的？是说言意上不一，可能也不讲清楚是谁的意，他的意追求的崇尚的是什么也不讲清楚，你们要讲清楚啊！
啊，这是说意义上不一，是说这些齐梁的后臣，然后相习为人，然后意义上不一是这样吗？那他追求什么不一？那你不是说他相习为人，他一定有一个，就像他如果照他讲的话，他一定有一个主数的吗？怎么会意义上不一呢？那如果照我们这样讲是意义上不一的话，只能说成你没有固定一定要跟谁学嘛。那你又回归这个主题，主持不是齐梁相习为轻薄的人了，而是什么？是杜甫了，或者杜甫说学士应该要意义上不一，你的意思不要追能追求一种，明白？不一就一种嘛，只是一种单一单一的。哎，好烂哦！我们救世不是救人哦。你看看，我以前你看我跟大家讲，你看我大学就喜欢读这种没有标准书，所以我看到有标点书，几乎我都不会第一时间买，甚至刻意不想买那个标点。尤其现在看到标点就知道现代人的版本嘛，比较晚的，而且动过手脚的，所以知道会不会有错误。我自己那时候读的时候想读好，我记得禁书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说书篇，它就有一个地方断句和标点错。那点教本25史很有名的嘛，我们史籍不是就要看点教本？那看课本，我再愁一不深也是啊。那标点打顿号就是错的嘛，对不对？这个后人整理就危险几率就增加了。那你想买什么东西，还是像我们早上分啊，下午5点说要看那个没有看，因为刚好净空老法师在讲话。优良商店报你知，今天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裸食私厨？不是打广告哈、啊，竟然还不是关键字，好惨！不管怎样，优良商店报你知，你看，优良店家报你知，这节目优良商店里头都讲说啊，我们的东西来源像刚那个裸食。师厨也是啊，他访问食客也说，我很相信他们食物的来源。那七星大盘，食物吃的，对不对？那精神食粮的来源，你有没有讲究啊？像我这个我标点的嘛，那你就相信我。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看原来讲究他资料的来源嘛？像你看我们读的这个，好歹也是个宋本，就是鼎鼎有名的《四部丛刊本》，可是前面看那文天祥，对不对？贺前人真。是空城湾，甚至看那杨维桢，元朝的文学大家杨维桢文集哦，版本很烂嘛，都是就事论事，然后一定是只不过一般来讲，是不重刊的版本好是这样而已、啊。你今天我睡到11点，11点多我自己都吓到，你看还那么累，也许有点肝病或者怎样，希望不要活到明年。林占梅先生也惊人的走了，47岁够本啊，我们真的够。这一辈子经历了恋爱也有，只是没结婚嘛，结婚本来就不是缘，生小孩跟人家讲，生这些我们家讲的嘛，我自己搬出。出家的姻缘也不成熟，因为现在出家人不如理不如法太多了，不知道去哪里出家。可是我们新出家，佛法也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来源也闻了。国文你看也学成这样，留下的资料也跟我觉得不得了，剩下我们活的就是继续精进而已。我是觉得已经几乎登峰造极。你看以前我刚就是聊这个，以前看到这个，说实在话就买这些没有标点的看，然后就像刚刚那样看的，也因为以前程度没有那么强嘛，也是似懂非懂啊，毕竟是先生老学究或者祖先古人讲的，也不敢说对。关键在哪，我们也讲不出错在哪里啊，对不对？像你看我们现在都给你讲出错在哪，它不合理不合说哦，添太多字。那以前没这个能力又没自信，哇这忙了，那人家又讲不清楚。你说我们现在古文教育为什么那么差，我也是受害者啊。感慨。就很好，我反而不是爱死，绝对不是自己贪睡爱死，真的很难倦的。
很好最好的，真的好好。那我如果功夫成熟，提早往生啊，希望真的一切我绝对万缘方向，我没有什么慌。只要阿弥陀佛，希望真的现世，我有把握。我们虽然也许佛号断，可是心永远在佛那边。我们真的心同佛心，不敢说同佛心。你看我们还打手枪怎么？可打手枪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对。可真的就像吃饭嘛，我们现在还得吃饭嘛，佛不用吃饭啊，可做不到嘛。可我们也知道吃饭是不对，不会说吃饭。我们像刚刚看那个优良商店，哦，都做得很精致，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啊。哦，像我自己买这些蔬菜也讲究有机的啊，然后弄干净营养就好了，然后弄得太精致变成讲究那个色香味，或者那个我觉得有点。你要下的功夫，人生应该是在文学、语文啊、文学、哲学上，而不是在其他的。海清老师上说，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成佛靠的是什么？你没有语言、文字，你怎么成佛？那你吃上像海清老师念个阿弥陀佛也是语言啊，对不对？那有多少人能够像他一样念一句佛号定在上面？那就一定要语言文字。那像我就是文字残嘛，我能文字那么长，我为什么心同佛心？可以定在这里，那么有把握的时候我能往了心定呢？因为已经把世间所有的我们可以逻辑也清楚，或语言能力也强，知道就像刚刚分析的，知道人家世间的价值或追求的哪里有毛病啊，分析的清清楚楚，你磨来就斩磨嘛。分析的析不就有金吗？斧金斧头啊，前面才讲夷陵切斧，怀疑邻人烈士，对不对？烈士说我怀疑邻人偷了他的斧头啊。我真的看我们干嘛？我因为我爱秀没有嘛，对不对？我们也不做广告也是嘛，所以以后就是录给我们。今天到达这种程度，以前我们不是的时候也没看人家秀，当然以前也没那个科技，有了我们留这个，我们可能也身逢其时，供逢其时，刚好这个工具开始流传普遍的时候，又廉价，不需要出费，而且无本生意，我们又把我们智慧财产贡献给大家，所以我才说哇，真的不一定哪一天真的我们就变梵谷或海鲜老和尚这种，对不对？死后人家才歌颂或者自助这种东西，不是自己吹嘘，是因为横看竖看，用科学去检验我们东西真的是好吗？人家东西真的是不好吗？不是说哦挑人家毛病，不是嘛？都就事论事，那他们东西自己不自爱，对不对？都不讲清楚或怎样的，也不是，对不对？你自己看是不是自己添那么多字？原文没有啊，刚不是跟你讲好像我没有，哪有什么无有唱仙？原文哪有无有和唱仙？完全没有啊，就这七四二十八个字，哪有无有和唱仙？自己用自己意思添太多回去，篡改原文嘛，那就很危险。是不是杜甫的原来意思？不知道。啊，终于圆满了，也有两个钟头。那我弟弟可能电视也看差不多，我们可以回来我们的杜甫这里啊。实际，我们为什么会跑来杜甫这里？啊，我也忘记了。可是我们的那个石敬秀友，再来回顾一下，应该就是上一集跑进来的嘛，对不对？一开始还介绍，你看我们时间轴，你下载我们那个教材，对不对？一开始还介绍假身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细微六绝句那里去找。我应该是从这个耳朝生与明镜面，我还记得，因为我做时间轴，对吗？你看就是这里。哦，那你就知道不怕怕嘛，我们那里以此是文雄龙玉。哦，对啊，是说对天子也寄空为之本，是讲那个屈那个假身，对不对？丑化他，他可以跟屈原齐名。那楚国你看胜谁有名？对啊，慈悲加持护佑。我们四七三零直接点就通接到四七三零看了，又愁以九子上卧之时。子美有你按滑那个键盘走也可以倒带看，还有清高清白的这个才华啊，这人不是拉拉遢遢随便说好了，一定的乾隆八四，你看，还有楚庄王春秋五霸，啊，没了嘛，是不是？
其他人在干嘛？你看我们讲话，耳朝生女名寂灭，不会长江傍古流。在这里，那个我们还在呢，就不用了，圆满。我还记得是这里，这里没有，这还在呢，哦，然后刚刚看是在这嘛，然后我们就从这里看，又以折去，对不对？亦不自得，啊，被贬谪离去的，这个去就是去长沙这里，啊，前往，啊，就是我们现在说我要去台北，去北京的去，不是离去了，因为他现在看上下文嘛，是去长沙，对不对？即使往行，闻长沙悲思，自已受不得长，又一折才去长沙，对不对？亦不自得。那当然，你也可以读成折去是离去的事，就不要变贬折，他离开了权力中枢，离开京城。啊，这亦用来找对主是谁的亦，当然是贾谊啦。他的意思是不自得，就不得意嘛。这个前面好像讲过，就是自不得啊，亦不自得就是什么？是不自哎，对啊，不自得意就可以啊，倒过来啊，不自得意啊，或者自不得意也可以。那他为了强调意，哎，这个例子也很好，就跟那个一样，类似的例子，你看，为斯人无谁无归，对不对？哎，对啊，就这个嘛，也就讲了，对不对？原来是后面。不自得意或者自不得意都可以啊，总之这个意是不是都在后面？对啊，意不自得，人不自得意，或自不得意，对不对？不可以啊，自己不得意，甚至是看你怎么导创作。他就是为了强调意，像强调人，谁就把他拉谁，钱了嘛，都是为了强调。骚人皆不见，皆不见骚人啊。啊，不会不见皆骚人嘛？啊，感叹看不到骚人，这个对，都已经做连结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也是啊，好，继续。然后所以他就自己就可以很不痛快啊，很不爽，等到到了危机啊，反正等到度过，那么就这个机自行就换嘛。湘水，渡湘水，即渡湘水，要渡过湘水的时候，为父啊，为父就为就做了，做一篇赋，为父以调屈原，用来做一篇赋，用来对不对？吊唁，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词，吊唁，吊唁这个词，啊，吊唁屈原，啊，平吊也可以啦，平吊屈原，平吊屈原，那他的词就说，因为这个前面是屈原传，所以司马昭这也得体了，他吊屈原内容什么，你要至少节录也要讲一下。其实贾谊的那一篇吊屈原的内容就是说，共乘嘉惠兮，共哦，很棒！我刚刚还看不懂，还以为共产党的共或共同的共，
看他住在种，那个住就有必要，可是都不跟你讲所以然。唉，你知道还要我讲解吗？字形结构，心部的那个下面不知道怎么拆。啊，引德式，引德式可以部件检索。什么？它可以拆部件？我看看，工。哎，它真的全新界面了，结构嘛。哎，你看出来了啊？这个怎么拿？哦，算了，我这个萤幕已经这一块好像坏掉了，年久了、啊，差不多。火哥，现在是火哥，也对了，火哥。那我要做一个工火，你就打不出来。中火也可以，啊，或中火。对不对？是不是就加那个部首而已？对啊，哎。你就知道共为什么会有进也，哎，所以你不能说共进。所以进程就对了嘛，进程倒是常见的词汇，恭敬的，进程下会稀，然后呢怎么样？很好，这个是很好，然后四罪长沙，戴罪四就戴嘛，我现在还有那个词演戏也是戴罪长沙，因为有罪才贬到长沙，侧文屈原兮。从旁敲侧击的侧嘛，从旁边听过，就是不是直接听到的，就是旁边听过，就是他跟屈原隔那么多年，然后听到别人讲啦，由别人转述来的，转述就侧嘛，啊，转述来的，辗转听来的，屈原啊，自成汨罗，皂脱香流兮。静调先生，哎，很好，相对位置，静对什么？啊，当然这不是相对的，有只能说呼应，所以他后面有静，哎，不对啊，他不是用恭啊，只能说前后的恭，恭敬的来平调先生，照因期道返，噪音七道，那就是噪啦，哦，噪脱，我去吧。我觉得这个是，跟你讲，字形结构，九阳神咒好不好？告托相流兮，静调，奉告嘛，托付，借着淋着这个相流，因为他不是要渡香水了吗？啊、哦。啊，告托香流去告诉香水的河神啊，我要来钓屈原先生，懂不懂？那造也可以造反，为什么他七道反？然后也不解意，你看，只说读七道反，朝事往极兮啊，乃允绝声，呜呼哀哉！你看呜呼哀哉出现啊，呜呼哀哉，逢时不想。鸾凤拂串，鸾凤拂串兮，痴笑翱翔。所以串，这串哦，串音七外反，
这串应该有这个字。我记得是串流这个字，我看汉典快不快。现在不是跟学生了，我应该阿弥陀佛可以大声一点哦，现在还是怕干扰大家听哦。以前是开很小，哇，慢到可以，所以然。我现在学校的已经断掉。那我要插什么网？哇，汉典是怎么搞的？串。这个字是有异体的，类似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它是新竹叉弓，好怪，你看是不是这个？对呀、啊，类似这个字，不是。它不是与，它是连在一起，像用就没有了。类似这一个，可是不像，还是用正品这样。然后，抱歉啦，我们这里不能细说了啊，只有关键像刚刚那个。这个能容什么容？尊显熙残余得志啊，总之就是被陷害贬官了啊。你看残余，你看他讲那些开国元老是残余啊。这个字阴天，你看这个字你认得吗？好像念浪。用一个生字去注，谁看得懂？然后容音容，容音耳，耳容反，耳容反。吴广说，不才之人，哦。这两个字也不知道念什么，他就是没有贤才的人。无六合，翱翔之用。没有强壮的翅膀。而反尊显。不才的人反而尊显。有才的人反而被贬。志凌这个字，也就是说，好，我们查字典吧。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容啊？好像是踏容啊，一踏途径的踏，对不对？换逐步就会念了，用踏。踏地板，脚踏地板，看吧，我看到甚至还不会念，容只知道鹿茸嘛，高贵踏容就是低贱，跟高贵踏容，这个是什么？你知道？要么就是假借字，要么就是当时的土话，当时流行这种话。写到文言文里头了，文白夹杂了，就变成文言文啊！你们就当时图画就好像莫须有莫须，莫须就是可能啊。其实莫须还是有字面的意思啊，不必要，对不对？须就必须嘛，必要，不必要有莫须有就是可能有，没错，或许有啊，没不一定有，可是很可能有啊，对。岳飞就是被很可能有被杀头了，在韩世忠才说很可能有怎么服天下，
到底有没有罪行也不搞研究清楚。那我们的国文教育其实就是很可能有莫须有的国文教育，有几个会像我们这样跟你清清楚楚讲。然后这个前面就不说了哈，这个看一下怎么，等一下我们整理完看那个原文再整个再讲一遍好不好。哦，我们现在这先快整理，可能原文也会贴过去嘛。啊，对哦，整个都会讲，只是 这一部分不会讲的像屈原那么细了，哦，因为没有甲乙节嘛，有端午节没有甲乙节，对不起，我们大小眼啊。啊，贤圣逆逸兮，方正道直啊。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字"倒"，就知道乾坤颠倒了啊。对的变错的，错的变对，跟我一样嘛，对不对？胡广云啊，就这些，我们为什么花时间看？惺惺相惜，讲的其实跟我们有什么差？也不是那个时代才有啊。逆意不得顺，而行道直。贤不孝，颠倒而易位也。易啊，改易变易啊，位置改了，贤的反而被贬，不孝的反而居位。是谓博。薄于贪兮，谓道直廉。汉书作随仪啊，薄仪是回哦，汉书。汉书这一句是做随仪混兮，直角廉。一句皆兼两人，是说这一句这有两句嘛，一句兼两人，随和仪，直和角，这是两个人。一句皆兼两人，随是变随，仪是伯仪，这就知道，跟你讲，这可能就是人家传写上有人给他篡改，或者伯仪他自己有改稿子，就好像我们前面看林三梅的《地震歌》，他自己也改过。当然原则上后人应该不能给人家改啦，哦，一般应该是他自己改过稿子，然后原来稿子没有毁掉就继续流传，就会有两个版本，仪伯仪，然后直是道直，然后教教是庄教，这好像念教，你就想到轿车的轿就好记了，不像我们这个踏龙就会啦，不是打了他。看有没有这个词，没有，那就只有猜啦，到底念脚、念绝、叫人敲、踩高跷啊？对啊，绝呢？绝勇应该很勇猛的，所以念装绝脚，更好一点。装脚，哎，装脚。绝对不是草鞋嘛，所以就念庄脚，庄脚好记啊，现在都还有这个，对不对？庄脚，然后，哎，刚刚说要查什么忘了，不管了啊。这个踏有没有？刚刚踏念踏，对不对？是不是又念踏？糟蹋，被人家糟蹋。好在墨邪为顿兮啊。这是拿又来七星大法，举完人为例子，再来举自然物的物质来举例。墨邪，墨邪是墨邪，墨邪宝剑嘛，啊，
也无大夫也。是哦，不是宝剑，不是，是吗？哦，无大夫也，做宝剑。因以为名嘛，对吗？所以这因以名啊，因以他的名字来名那一把宝剑。战没有讲他的姓啊，什么战曰、许慎曰、说文解释，他不一定说文解释哦。许慎也是个经师、经学家，他的慎是这个慎。莫邪大戟，莫邪不是宝剑，是一把大的。这个像割的这个武器，刚刚那个字就是这个字的一体字而已。然后，所以吴越、春秋越、吴王使干将召见二美两字。一把叫干将，一把叫莫邪。莫邪干将见名，见的名字。那这，那这个有没有一点？那这里好像那个见都写这种见，还有一点，他都用那个右边是认的，对，见名也。顿，读为顿。字形结构，对啊，所以他现在读音还一样，夜部改成金部。我就跟你讲，读这个魏晋南北朝以前要注意，常常都是用第三招字形假借字通假字。那来了，我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弓刀或松刀，念右边就弓嘛。啊，如果念这个就松嘛，对不对？弓刀为先，那莫邪为盾兮，弓刀为先就照相对位置相关之意。莫邪是宝剑，弓刀已经是很烂了，对不对？还要等他注释嘛。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种刀，对不对？徐广就说啊，丝连反，注这个。丝连，所以是松，没错，对不对？丝连反，不对，弦呢？哦，这个啊，他是注这个，对不起，弦，对，丝连反弦，弦就利啊，弦利很锋利，阴暗。汉书音译曰：弦为利。锋利，弦为利，弦所利的利，然后索引是松，松这个东西是习，今天同学，弦这个意思是利，啊，因纤纤维的纤，对不对？没错，因纤。这个仙它是一体字嘛，不是人，没事。然后这是说研究，这是说言其那个东西是暗货也。什么叫暗货？这是指人君啊，或世道暗货。怎么会宝剑暗货呢？这个他转得太快了啊，只能帮他圆其说，就他是这个其是指那个世道人心很暗惑，或者人主君王很暗惑，暗就看不明嘛。我们前面屈原不是说他君主不明嘛，聪明不聪不明，不明就是暗嘛，惑就迷惑，被别人蛊惑。他这里也在骂汉文帝，还不是明君了。这迂就前面那个迂有吗？虚阶加个口过而已啊。迂阶，我们前面才讲过。对不对？不讲话叫默默，这里就有了。欲界默默兮，生之无故。这应该不
能比他大那么多种哈，因为他要啊可以，生之我故。应孝曰：应孝曰集解。集解应孝曰：默默不自得啊，也不得。刚刚讲过了啊，不自得意。是很不爽啊！赞就说了，一个名赞的先生就讲说：“生未屈也，你生未屈，一皆默默兮，生之无故。”哦，或者生命啊，活着，生就会活着，生之无故，也或者事端无故发生。无故就是没有理由啦，所以他要自杀了，对吧？再活下去没有道理。嗯，哎，卧气周鼎兮，而保康乎？这就是故言，我们前面看过的考证就这一段，而保康乎？一些默默兮，生之无助，然后把周鼎丢掉了，啊，如纯说，我是转也，何雅就说，不要有这一记载康复。会之。康护恶也是孽，左边一个孽，右边一个亡，孽大瓢也，大护也。护那个我们前面学庄子好像有学过，护护大护若无所容，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应少曰。康容也，卧因管，管是转也，转的意思。比喻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康空也。康是空的，康很空虚，很大的内容量，很大的。复习一下我们前面学那个庄子，有啊，十进修都有了。然后他那是说户若无所容，对嘛？就这个字，用这个关键字去查庄子就好。你看户若无所容，然后庄子一起读懂十进修。图片收集，现在图片都可以收集到，这也叫图片啊？那图片都可以收影片了吗？啊，因为是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后我们一定称菩萨了哈，在啰里吧嗦，看吧，你看，哦，太厉害了。水瓢这样摇，则户若无所容。哦，来了，这种你看做到这样还不用功，还学不会，你怪谁啊？太好用了，你看，还那么多时间走，不光一个后面是讲一个地方讲。何忧其 ？Google 配合 Google 检索那么方便，这个“鹅”和前面的“鹅”不一样。随便，怕不是货了啊，各位。是或就算了，你们家的事，我没有尝试啊，你们自己不懂珍惜。我是因无活法，这个是因五劣反。那李寻说啊，康
为大户瓢也，很大的户做成了一个舀水的瓢子，啊，那把那个粥鼎丢掉去，认为一个大瓢子，那么廉价的瓢子，好啊，去宝贝它，以它为宝，对不对？这个表我们讲过，动词转动词先抓动词，啊，然后接后面接的受词上，以后面这件事为它本身，嗯，然后腾驾皮牛犀，参见驴。皮音皮嘛，皮就是音皮，就是什么疲惫的疲，对不对？再加个部首，是不是就疲惫的疲？加个床痛。然后既垂两耳兮啊，扶言车，对不对？那个跑不快又体力很差的牛，去让他驾车，而且还不够，还找一个跛脚的驴，跑得很慢的驴。当然不一定科学语言跛脚，就表示走得很慢的意思，跛脚就走不。那这个千里马是骑马，两耳让他垂下来，扶言车。垂下来一定是垂头丧气嘛，对，你看那个猫咪或者动物竖起耳朵都是警戒的状态，垂头丧气就失志失没有志气了啊，哦。所以《战国策》曰：“这我都要再给它加个标点。”战略性，战略性不常用吧，嗯，不常用的，我用战战略略和战战兢兢，是战。你看我们前面说所业有所长，对不对？看一下业，你看所习必有业。所学习的一定会战战兢兢去学啊，战战业业，注意这个词啊，对不对？可是有常对有业有一定的战战兢兢还是有点牵强，只是哎，它有这个战战兢兢的意思，可以参考啊，哦。待会儿做也算可以接受的答案啊，明白？明白就战战兢兢嘛。所以业有这个很恭敬，对不对？很认真的去做，太好了。来补充我们那个，不要开我们那个啊，开我这里。我们利用学校的云端，反正他抓把式可以同步。你看，嗯，啊，已经又可以补充了。那奇怪，有时候开档案好久，那是抓把是有关的啊。休息一下，所习必有业，业，yeah， 可能也有战战兢兢的寓意。你看，业有两个，所习有两个方面。业已经出必告反必面了，业有功业，果然，对不对？此外业业绩很久，也可能有战战兢兢的意思。战战业业的意思，好，
就用沾沾捏捏就可以了。沾沾轻轻。嗯，怎么还不行？哦，不可能吧？我看一下那个啊，笔记还没有改，那是另外一个改了，气死我！好，什么改了呢？城市猎人又来了。你看，我最近改写了一下城市那个剪贴簿了。哦，之前用那网络复制过来的，结果弄得我乱七八糟。哦，他什么64位元，他就不接受。那现在当然不是期末了，到这里。哎呦，我这里要转一下中文，不过它会变乱嘛。它这个 VBA 的，它不接受，它不接受那个 Unicode 的。然后我把这个笔记选的程式改成这样就好。还好其他没有改，就不要了。哦，这个早期用这个，我一直到查询期末贴上就好了。你看我现在要贴上刚刚那个 Shift F5 就可以到，你看沾沾叶叶完全。哎呀，知其所以然啊。看到没有？可以啦，沾沾叶，我也像刚刚叫不出来那个功能。你看，你们也可以用哦。你只要下载之后给我启用内容，它这里会出现警告。聚集启用，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按住 Ctrl K 就可以在选取的地方插入超连结。你先把超连结网址那个复制到剪贴，这样很方便吧？你看。有没有这个学校的啊？没有储存啊。哦，棒哦。那你们也可以用哎。我说还可以开一个新，可以啊，学校可以开一个新电脑。我申请一个新电脑示范给你们看哈。学校有英文版，希望不会出错，帮忙看，然后马上登出就不会占人家一块。你们看看，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还可以，我就用那个开发版好了，免得有那个英文版会干扰。英文版怕他不接受，你们应该不会用到英文版嘛？那我又多了一台电脑，我以前都会，以前还有写程式会了，现在不要给人家占那么多台。那时候不是想要占，是想说让学校知道这个都很有用，啊，你使用率高，学校才肯愿意投经费进去啊。学生讲不听算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教职人员的个人云，还有那个目前够用就好了。其他，那我这里当然不是这样弄嘛，我直接复制过来就好。你看刚做的笔记那一个档案，还有我要复制，然后哎。这里别忘了，笔记我腾讯和百度都给你登录啊。那你们如果是腾讯那里下载的也 OK 啦，笔记都给删掉了。嗯，新的旧的当然要删了。啊，拉的也可以先删掉。
否则你不删掉它不会给你更新，它变成重新命名。啊，直接拉着丢丢就好了，这比较小，所以很快就好了。那你现在也有我这个喽，这就是最新的，你也可以试试看。那你看我到我那个电脑之后，新开的就给它贴上已经，然后你给它打开，你看这有一个惊叹号，就是它有程式的。那你打开，你看它会出现这个，你只要启用，你试试看。那我开一个网页。是这个，我开一个网页，哎，对不起，我刚贴到哪里去啊？贴到我那个就不对了。贴到这里来的，哦，然后我打开，刚可能贴到那个我原来的，有吗？启用内容。然后，哦，它还没启动，好烂啊！所以这个我也不爱用，就是这样。有些没有开，跟它反应有时候不一定及时。那我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战夜夜哈。那现在这个输入法我还不太会打，那可能还没有那个嘞。啊，随便一个啦，英文。Google 翻译。Google 地图啊，随便一个，用 Google 地图好了啊。我用这个，等一下看会不会打开呢？用注册，你这个我这个有问题哦，没有更新。那你启用内容，我网不来这里，试试看。Auto K， 你看可以耶，这点是不是 Google 地图可以用啊？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嗯，这个有理了。比如说我在里者这里一样贴上刚刚 Google Auto K， 按住 Auto 再按 K， 然后你看这里已经加进来啊，这样你程式也可以用。要记得刚刚启动那个，好，测试完毕，对吧？这就给你登出，他会给你还回，档案留给他没关系，方便吧？学校，你看我们文化大学，所以我说学校一流。啊，刚刚贴到这是错的，删掉就好。啊，已开启哦，已开启一样，我刚刚有启动嘛，你一样这里可以，因为我这原来已经有超连结了，你只要这个有超连结，然后 Auto K， 哎，这没有复制东西啊，我随便一个网页，这一个好了，好不好？可你打开不一定会这样，它会说权限不足 ，Auto K， 你看，哎，一样，好吗？可以用啊，好好玩吧。删掉了 ，OK， 好玩吧？你要不要用？随你们了哈，我们尽力善用这些工具啊。所以你看，文化大学华冈，我真的以华冈为荣，我也没给你闹鬼。你看，我们可以订购给全国或全世界的中文教师来变化嘛？哈佛。剑桥、牛津，管你是谁，台大、师大、政大、清华，所以我们才敢呛虾嘛。教材的主人是谁？别忘了，对不对？中国文化大学。我虽然是师大读过，我现在用的是文化，连我这个 Word 都是文化的资源，当然以文化为荣。我不会因为我在玩文化，你看刚刚讲了，你要说这个是烂学校，我就摆烂，没有，对不对？我不但不摆烂，变跨埋看谁厉害，对不对？你看有没有另外一个国文老师会向我写这种 VBA， 可以给你们用，刚刚你都看到，唉，对那些留言的，我真的非常哀心啊。你有耐心把我们实境秀平心静气看一看，你再来呛下都来得及。像那些留言，低卡留言的同学，你看，我敢赌，我马上我，可是我钱不多，我怕真破产。可是真的敢赌啊，我管他，给你十万又怎么样？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嘛，绝对不可能。
我就赌5000好了，对不对？上面留言的，你看那么多留言还安心的，讲负面的，那说风凉话，哪一个把我们时间就从头看？像我们一定是完全没缺席的嘛，所以才算有一个从头到晚读看完，不可能。我刚看我。啊，我100万都给你都可以，因为我看我那个 YouTube 的统计都没有那么，几乎没有一集是人家看完的嘛，有一个没看完就表示都没从头追完了。我们也不用那么严苛，你真的认真看完几堂课，对，当然不是全部一字不漏看完，只要我们讲课内的部分你有看，你什么我们谈宗教或谈我个人的。理论或发牢骚的，那你可以那个略过，根本就没有嘛！你都没有看，就敢在那妄加雌黄，真的是好大胆的人！你说喝多大胆？战国策略，所以战国策无言车，他这个只是注明出处啦。福啊，即福言车，上泰山中。这个泰就是这个泰了，东岳泰山，也有可能是太行山，就这个事嘛啊。然后你看大阪的阪，千言复展，不能上，伯乐下车，哭之也。对啊，有一支签名啊，福言车，这个福就配福啊，就配搭配嘛，啊、嗯，所以搭配的就好像言车搭配在他身上，表示他要拉这个车啊，啊、嗯，这是福，我们说福音嘛，我佩服你，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挂在你身上，你挂在心上才会福音嘛，嗯，挂在这个千里马的言车，他要拖这个言要上泰山。啊，上泰山，中阪千言复言不能上，我、哦、总不能上泰山中嘛，我觉得读成上泰山就好。啊，中阪可能中途啦，千言就表示路很长，可能是这样。来，我们看我们读的对不对？怎么看呢？我们现在是战国策要看学校的，因为我现在不是学校的那个 VPN、哦分掉这个学校，你看云端硬碟 VPN 就不要再，它就是你看 IP 就是学校的 IP 嘛，你看对不对？光看我这里，我用这个远端遥控软体的 IP 就学校 IP 啊，它就是用 IP 可以外上去弄，哎，哎，这个是不是了？言车上好了，看看战国策。他因为可能是意淫，他不是。那我们书名指定战国策。就用言车就好了。对啊，应该只有一个地方出现。嗯、不会吧。啊，言。哇，厉害！我中间差了那么多，还能找到言车很好哇！不这样，我漏一下。对啊，这个检索厉害哦。因为你看起来好像中间差字了，其实它中间还是连贯的，你才不会才找得到这一笔。福言车上上来，没有中板啊，然后板有，你看我们断句断对了吗？不言不通，上太行山，在太行中不通嘛，中板就中途嘛。这千言同义副词，言长线，对不对？千，我们说千徙也是长距离的运动，所以千就司马迁字子长嘛，千言都长，中路中途非常的漫长，然后哎背的这个他扶就有背在身上的这个车的这个零件嘛。挂在他肩膀上的那个就叫远，
拉的这个原车上不了伯乐，招之遭遇他下车攀而哭是攀着他。你好可怜，我也觉得我想哭。因为伯乐知道他是一匹奸人嘛，怎么叫他来拉原车？我不知道哪一天有人看到石敬秀会哭啊。这个身手真为什么沦落到只穿了一个背心来讲那个。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挑战嘛，这个你要说我们谩骂也好，这奥里奥大师人家都踩他。我们这里没有讲李敖大师，是讲伯恩老师。也许我冤枉你很好，你出来反驳或者把我比下去。没有的话，你看你们每一个几乎位高权重，我们只是兼任助理教授，钱也拿得比我们多。你们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像我们也是这样，实际秀给大家看你的国文程度到达什么样？你看，刚刚我们是先断的，才去找证据啊，不是先看人家标点本。伯乐下车哭之也，后面这个很明显，他可能就以，当然不一定，也许他看的本不一样。张甫见巨蜥啊。应少就说：“应戴商戴夏商周的帽子，剑不可久。”流向别路。流向别路月，音以自意，自恨。阴暗流向别路，为什么会提到这话？阴以用这个来自己。比喻啊，这个应该是自行结构换过自喻，不是自己告喻。自恨，因以自喻是自己比喻自己，用这个来比喻自己，然后来自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生不逢时是这样吗？皆苦先生兮啊，独离辞旧。皆知皆苦，劳苦，言屈原欲此难也。这就结束了吗？对，训言，训言可能类似乱约了一个过渡。哎，那皆此就应该。对，句号没错。训曰：“训告也。”张言的是说：“训离骚下章。”乱词也，什么叫离骚下章乱词也？训离骚下章乱词也，可能是这样嘛？离骚下章有乱词也这种话啊，乱是一种语词啊，就叫乱词也。说话的时候需要用一个词。然后再来，所以训因信
刘伯庄殷素对方，刘伯庄他竟然把名字还是字都讲出来，还没听。他的殷是素对方，巽由轩也，宣告，重宣其意，就再整理一遍，跟前面那个乱一样总结嘛。周成结骨，殷遂。忠臣节骨，殷遂，所以巽可以念遂，遂。周成节骨，可能周成写的一本书叫《节骨》，是不是这样？周成节骨，周成南字杂文节骨。只有周成男子，为周成真的杂志结果哦，哇，所以是这样，杂志结果，它简称结果，杂志结果为周成传。周成南字的嘛，另外一本他写的另外一本，周成结骨，殷遂也，哦，解就解释，就注释骨也是注释，啊，哦，那我弟应该休息，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啊，哦，好了，也不要太，还有多久？我要来改早一点睡觉。其实也可以熬个夜，哇哇，好，那我们快一点，看看这一页，只要能够快的话，我们继续；不行的话，我就熬夜吧，没关系啊，总之一个段落。所以，以国其莫之，国包括国人，其莫我之，独殷，殷灭，殷满，殷欲息。给你讲那个阴郁，类似这样温郁，就是前面那个温祸有没有？对啊，阴郁我觉得可能就是温祸，尤其这个，你看，有这个字，两个字不一定形体相近就耳误了，可前面那个比较是讲说。我在讲什么你们知道吗？你有跟着学印象那么深刻就知道了。你看我们这里有自己查看你知道。嗯，是的，温故，因为他是对浩浩之派。那这里比较强调是心理上的灰暗啊，哦。读阴郁兮。然后所以汉书。做，你看，都是这种声音变化的关系，一郁，所以可见音跟一现在还是双声嘛，一通，一郁一样啊。总之就郁结心，不准心里的。其谁玉凤飘飘其高迈兮？其谁语啊？这里应该是这样，国其莫我之兮，独殷郁兮。国其莫我之，独殷郁兮。其谁与？凤飘飘，其高志兮。这个飘一定就是这个飘的假借词。高涕兮。是四音四嘛，字形结构换声符嘛。因为这个字，这个四，这个字跟这个字换部首。字跟四发音就很像嘛，字是四一组嘛，啊，所以它音四，有时高远，高就表示远啊，飞得远远的，飞得高高的，
无故自说而远去。喜酒宴是什么东西？原才啊，媳妇也油盐茶也啊，妇跟茶有什么关系啊？好奇怪。鱼精蜘蛛必在九重自愿，而离龙汉下故云九龙九渊之神龙也。喜九渊之神龙兮。鱼精之蛛必在九重之渊，而离龙汉下物生前矣。这个没有这个字哦，得用这个字。与自争，前长也，王比反，王比反表示这个字。它的读音是米，好奇怪，怎么会笔反？是念米啊？迷蓉月，扶起从以与自饮。迷蓉月。接的是这个以盈楚兮，扶起从以与自盈，扶起从，这个以就是字形结构换声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以，我们用道义的义做声符，它用那个起做声符而已啊，与自盈。水字，不行。徐广曰：“一云。”免消。赖，总之都是用动物来形容人呐、啊。故也王，圆，迷圆也。龙，明也。月光也，莫深藏，以自真迷远，
窗以迎出。迷蓉月，徐广说是一云啊，一种说法是说不是迷蓉月，是免萧赖啊。正义曰，我可能读音不对啊，反正我们先有边读边了啊。总之要是不对，大概八成都是八九成的声音变化的关系，或声调不重要。啊，正义故曰王。就说迷是远的意思，荣是明的意思，月是光的意思，远明光以迎楚兮、啊、自己韬光养晦了、啊、不要出风头。莫深藏以自真，迷远明光以迎楚、啊，就远离明光，用来隐没自己，让自己那个啊，就莫深藏，像沉默一样，深深的沉默，藏就韬光养晦了。徐广曰：“一本云迷，你看我们前面才讲的蛇蝎的蝎，迷蝎月以迎楚。”所以说暗虚，徐广虚所著盖三本总不同也。苏凌云免一面，应霄云被萧赖水虫害于者，以言用来言被恶从善也。郭璞云，郭璞著尔雅云，是四福，这个弄户四福江东谓之鱼之。四福江东位置，哎，鱼叫不是鱼字。相符这样的东西。浮起从以鱼字引。阴暗，《汉书》以字作虾，我的蛤，伪造曰。蛤蟆耶，这是水虫。名字蚯蚓，哦，蚯蚓呢？你看，都换部首嘛。我们现在蚯蚓是写这样的吗？
对不对？换部首嘛，那这个是换身符嘛，很好玩。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命啊！影子蚯蚓换身符换部啊，哎。影蚯蚓也，蚓蚁，汗珠作响。然觉于消赖况从于哈语隐知音知言明头水和神头水和神农起怒障从哎这个老师讲得很通从一语被这个乙和蚯蚓去腐蚀对不对难怪他会头水这倒是有道理。啊，那解读的倒是，所以这回到上下文嘛，回到二座，他注意这种人情事理，啊，蚂蚁还有不管是什么东西，土里头的虫王蚯蚓当然，啊，首贵圣人，啊，这很棒，好，今天到此为止，首贵圣人，下一次从首贵圣人来嘛，嗯，啊，这个你看我们整理版。训练者，你看，隐蚯蚓也，对不对？还有两句，字形结构换声符，字形结构换部首，好厉害！这是字形结构换声符和字形结构换部首。这个以后再说吧，嗯，先留着，嗯，哦，到处都是例子，你看，就不要那么多了，点点点就可以了。给你们宝贝啊，我不知道珍惜。嗯，
语音，没办法再一个一个标啦齁，省点成本。好，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下一次就从那个所归圣人开始，阿弥陀佛，大家道业精进，阿弥陀佛。